左上角，我们把关注点上。来晚了没看到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再跳一遍。咱们开播第一个舞蹈肯定是大摆锤啊，所以我们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哎，我接个麦啊，接个麦。哦，啊，又是你，上次没打过你。来吧，我们大舞蹈君。嗯，我忘记了。来，我们先看对面哪个才艺展示啊？对面跳大摆锤也好看的。来，哥哥们，我先破个时，先破个时，赶紧休息一下，我们跳半个小时了。咱们打完回家继续跳，不影响。打过样了，大哥打过样了。人家又没有一个车子。少说话，都跳。我哥哥我已经跳了整整25分钟啊！这是刚接的一个 PK。我从开播跳到现在哦。我们不要拉低对面的 GDP， 我们。谢谢馒头，谢谢谢谢。你看，我身为一个舞蹈主播，我都是站着的。你见我什么时候坐下过？因为我一直在跳，我根本不需要板凳，所以说我只有打 PK 的时候会稍微休息一下。谢谢小婉，谢谢哥哥的花花，谢谢。美颜我开到头了，其实我特别特别丑。这个念什么字呀？开火开火！这个谢谢哥哥的8个舞鞋。你就是要难为我的吧？哇，谢谢两人哥哥的亲亲。感谢冰哥的星星。我们防那个小汽车好不好？咱们家有气球吗？有气球、笔芯什么的，我们一起上一上好吗？一起上一上，我们防那个小汽车，防他一个小汽车呀！要足够30秒，谢谢幸运哥哥。啊，我们嘴短。快快快快快快！啊，有没有？我们有气球吗？有气球吗？我们防一个小汽车啊，防拖的。没有车打。防拖的。别说话了，去跳去，快！
这个。好，就罚你做5个蹲起吧。嗯，好。妈妈走了。OK。谢谢我们坤老板，谢谢两人，谢谢我雪，谢谢小瓦酱，谢谢开火哥哥，感谢战斗机，谢谢小坏蛋，谢谢班员，谢谢宝宝们的小心支持，棒！谢谢大家，来，我们跳个大摆锤，我们跳个大摆锤。嗯。是不是比刚那个主播好看、啊、没有令大家失望吧，来我们把好看打在公屏上。咱们别打爽了，还是打666吧，因为我怕违规，你看这会儿限流了已经。我们乖一点乖一点，咱们乖一点好不好，乖一点。对，咱们留着打公屏上，不能像昨天一样跳了2个小时，然后被才放了2次。你们不知道我昨天没有完成任务，我熬到4-5点才下播，我拉着大哥一直空刷，我才把任务给补够。要不然我昨天根本就没有完成。提前摸比较难，要加钱啊！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要不要把你这个工资花了？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你这一个，你把你这工资刷了，来快。OK。
可以跳，但是得加钱。空运老板好看吗？空运老板喜不喜欢我跳大摆锤啊？接个麦啊！嗨，你说是舞蹈主播吗？我不是舞蹈主播，你是舞蹈主播。哎呀，我得连个舞蹈主播呀！我家大哥想看跳舞呢。啊啊，那你怪我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看我多懂你们。什么是提前梦？提前梦一般吧，只能说一般，只不过他特别想看。提线木偶的主要动作就是这个动作，就是他想看而已，然后他一直说是你想看。大哥上了，他跳你就知道了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。库卡也刚跳完，东莞光波今天还没有跳。谁啊，一直连我。来跳舞吗？跳。你放歌吧。OK， 放歌。